Mm-hmm.
个太太要指路呢。啊，记得我，你得爱知影感恩啊。啊，就是这个。大家拢有信心，回去就更加爱顾恁的家庭。
大大细细爱好去，来到遮才会当记着你的主旨。所以祝愿大家平安，互恁大家花家安宁，互恁良辰大花在家去行，互恁家和万事兴。会讲袂讲拢是人，既然修道就爱知影轻松，所以佛道双修两全，拜佛就爱行运，忠孝节义宽和俭廉，抱怨受益就爱顾财。咱今日有缘伫遮相会，我也毋是啥，你嘛毋是啥，重点咱就是要来修这个城，互大家住遮会当合照，大家倒转来会巧，所以住回恁家。我恁大家家和万事兴。恭迎来到这，我唔捌你，你唔捌我，但是咱拢是共同一致完成使命宗旨，所以今日一会伫这报告，祝咱大家家和万事，祝咱大家抱怨受益。咱有时间就来较积极，念出着你的心境，把你的家内厝体顾清，完全就是你的地灵。拜佛就是你的本性，所以才祝福你万事兴。Yeah, yes, yes. 各位，恁大家知影我几岁无？十八。十八。十七。十五。这拢在讲几岁？我今年七十一岁。所以伫遮祝福恁大家年年过。好，大家永远青春美丽，好不？咱袂使老，咱今日就是修道爱少年，对不对？有人伫遐讲哦，修道是安怎出门拢戴帽啊？因为我代表官，做官是毋是戴帽啊？我毋是啥物官，我是军官，五一回代表母娘讲话。所以母娘就给我竖一顶帽，叫我戴了帽出境，讲话才会灵。Yes。你妈甩来吗？不是安尼讲话啦。人母娘甲我讲呢，哄你，你头顶天，你爱知影尊重天，所以我就戴帽啊尊重天啊，对不对？天地是咱的宝贝，啊，咱做人就爱尊家，万行照指连行，咱才能好过。所以祝福咱大家太平年，啊，今日讲到这，煞。有时间我咧拜师也会来，有欢迎吗？而且甲恁大家共餐，讲出妙景，予咱大家自然。所以呢，我徛伫南甲中山路291号，现主持大爷安坐伫咧写经，好好雕现祝福言，会当带领子孙大家万福。祝福恁大家平安，再会。再见，拜拜。哦，哎，这咱三，咱昆仑山姑娘的正囝，正囝，大家咧唱，大家咧唱，啊你，迄个头家，他话不是安尼讲哦，伊就是正囝，伊就爱去找老母，啊我是行间的一位啊，我当然我也找来找你啊，你头家因为伊是我母官，啊做代志就爱看。人随便甲人方便行，哦，啊，住遮有即个风台，啊，食顿来你就平安消灾，其他唔免阁细想者。伊甲我介绍你，啊，我甲你介绍你，你甲介绍你，就不要熟悉，啊，你就没烦恼，太感谢。天地万有，天上人间，风尘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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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风
主庙未找，做要。